对，问题是他有时候75%之前就飞上去丢四码的，那是不是打太慢的意思？对不对？嗯，打太慢，对，对吧？他已经，他第一轮敲完你，对不对？刷第二轮的时候就打太慢，他就要出那招。没喝水吧？躺床上，躺到床上去躺。你也醉耶？对。喝完没喝水啊？喝完就打了。水又没了。你会没魔，只是因为没喝水了。小到，我小到去练习，已经完全不一定要喝水。不，我看时间好像要绑定水。哎，看，妈的，我没跌死。他莫名其妙就被打到75%，我都没有注意耶。有时候你爆发打出来就这样子。对啊，然后就问号哎。正常，你也会吗？一开始会这样子啊，就是打得不顺啊，就是爆发打不顺。没有，我已经打他血剩一点点，但是他没死。嗯，阿姨被我打到卡住了吧？再中间一点。靠腰按错，哇！一百 VS 一百，好累哦，打到有点晃，我已经有点晃神了，晃。百 VS， 我们的折磨。死灵算是最里面直全部职业最投机的、啊，用伤害碾压。对啊，不过你玩其他职业，一天把那些都是磨的。
尸体都没跌了。你打了多久啊？你打两小时了？应该有哦，我就是练啊。那以后出更多 boss 你就疯掉了，不是秒杀。不会啊，世界王是祭出很好用的东西。只有 S 王出那个啊，他好像会出特殊的兑换吧？啊？不是有不那个 S 王的内容吗？可以换，可以换，有一个金币可以换里面的特殊的东西。出了再说吧。尸体都掐了，就是没办法，打不出来。嗯，不知道，看不出来哪里有问题。